各位观众，你们有看到今天的天气吗？哦，这个南部呢，天气非常非常的好，蓝天白云，白云比较少哈，大部分都蓝天而已。那今天比较早直播，因为下午最近因为壮壮呢，他的那个肠胃不是很好，还有加上骨刺所以下午都要带他去看医生，所以提早一点直播的话，大家比较看得到直播，不然我每次带他去看医生的时间呢，都是直播的时间，又有点尴尬啊，所以呢，今天趁着好天气今天投票日我们预警现在超舒服的，我现在在树下吹着凉风现在好想真的很适合呢，再放个摇椅有没有？躺在这边呢就可以直接睡午觉了，又没有蚊子。然后呢，吹这个暖风在树下，然后空气好，然后远方那边呢正在那个除草啊，所以呢，我很喜欢除草的味道，是因为除草的味道，那个草的味道，这样远远闻真的很像西瓜皮的味道啊，所以很舒服哦。真的在这个树下，现在吹这个凉风呢，非常适合睡午觉。好，那我们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要来睡觉了，拜拜。哦，非常不负责任啊。好，那今天是选举日所以呢。我看了新闻呢，蛮多地方好像听说都是那种，大大马哥探头啊，大家好像都是大排长龙但是不管是选票啦、公投票啦什么之类的，就是要盖很久，所以变成了很多地方我们预警这边好早上也是，但是呢，我去的时间刚刚好没有人所以一进去呢，马上就可以投票了，还蛮舒服的。那今天是，投票日对我们来台湾人来讲呢，是一个大日子因为今天就要开票了那不管你支持的政党或支持的人选呢是谁都希望呢台湾可以更好，好不好？那这都不重要了那重要的是我们三宝今天说好，我们标题已经打好了，今天就是来追小鸟。你们大家有看到远方吗？这边有三只白鹭鸶在那边觅食，有没有？有看到等一下，现在。三宝他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先不要跟他讲，让白鹭鸶呢好好的享受他们的日光浴，然后不然的话，三宝冲过去的话就会破坏到他们的现在正在下午茶，现在算下午茶吗？现在两点了，算是了下午茶的时光。好，阿导空位，那给我跑去那个树下他头，你们看到九九吗？九九现在正在远方的树下，而且越走越远他完全没在听人讲话呢，我大大这一点完全就是遗传到他爸他就自己走自己的，然后从头到尾我在讲你看多多在干嘛？多多呢，他一直在找石头，我们尽量不要跟他对上眼因为他这个人呢非常的不要脸他只要跟你跟他对上眼呢，他就会硬如石头给你。但是我说真的，大家应该也都很习惯。就算我不跟他对上眼，他等一下也会摇一颗石头丢在我旁边，就是要强迫推销，就对了。不信你们自己看。我们现在都不要讲话，就是远方在远方默默看着多多在干嘛。哦，九九在这里九九在这里，多多在这里，多多现在在找石头，然后大大隔离要他头。这囡仔唔知咧想啥，读个歹啊！来 ，OK， 来，这囡仔歹去啊，完全坏掉了啊！踢完土呢，就开始在滚滚了，打打滚滚呢，耶，再滚一下！各位，不是我在讲，多多跑上车子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机车前面有石头，他现在正在机车上面挖石头。非常的不要脸哪里看到你要干嘛多多你骑在机车顶管要冲啊你这样比较帅你要去机车广告吗人机车广告坐在顶管你在底盘上坐在下面然后你看这个孩子呢又要准备坏掉了大大滚滚滚一下去多多跑去找他爸了我以为多多他会很坚持结果他跑去找他爸爸阿力嘞大大你们滚一下给人家看一下吧好那我们今天跟着大大走好了我也不知道大大真的坏掉了嘞真的很想就是装一个那个随时在追踪的那个镜头就是看大大一天到底在干嘛
哦，就是他平常除了睡觉以外，他到底他的路线哦，就是到底是怎么走的。大大呢，我可以预想的是呢，可能就是他就会在那边来回来回。哦，多多又在找石头了，多多在车上挖石头，哦，很厉害哦，多多，你在干嘛？你要干嘛？你要玩石头是不是？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哪一颗？啊，球球，而且你会玩球，你会玩球吗？这一颗不会叫呢，我觉得你会耍我，我不要。我来找一颗石头跟你玩，不然你自己找。你要玩石头自己找。你看我们车上前面这边没有石头了，这边只有一颗球。哎呦，有哎，哎呦，哇，好多颗石头。白色的这一颗好不好？白色的这一颗好不好？啊，好吗？好吗？要玩吗？哇，哦，石头舞哦，石头舞哦，哇，哈哈，哦，你看，一拿到石头呢，我们多多的那个精神就来了啊，哦！好，好了，来，等一下，一、二，去！哇，小鸟刚好飞起来，哎，刚好白鹭鸶飞起来了。快点来，石头哎！哇，这厉害啊！哇，还在跳舞呢哦，石头舞哦，哦，多多，石头舞哦，越来一个来着。哦，哎呀，还有，哎呦，舅舅，我们舅舅说人人道哈，大哥你嘛，你要出一个嘴啊，去，怎么样？你看舅舅后面，哦，舅舅坏掉了，你看它坏掉，上面还有两只白鹭鸶飞过去的哦，哦，这画面不错哦。啊，大哥，你安尼无好看啊！啊，好来，来多多，石头给我。等一下，等一下，去。我们看一下九九在干嘛哦。九九那个底盘真的有够低的，这个草呢再长一点呢，你就看不到他的腿了，就觉得他肚子好像贴在地上了。哇，这个野生山猪的是不讲，进来，还要吗？还要啊！哎呦，舅舅你来干嘛？跑来干嘛？啊，出去给吹，你吹一张嘴，去，啊大大嘞，北七来个。北七，O 型腿的跑过来了，来，阿九，小鸟，哪里有小鸟？进来，小鸟在哪里？去，快点去用哈！哪里？来，到老累的来哦，凑热闹的来哦。大大，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关心，啊，你就一来就想要玩，啊。你有多那么坚持吗？你只是来凑热闹的啊！好，去。哦，有了，大大有在认真在追石头了。阿九来立嘞，你会追小鸟了？啊，你会追小鸟吗？大大，你舌头又坏掉了嘞！你刚拿去给阿九。啊，大大，我说错了。好，大大，好，我知道我说错了。你不是舌头坏掉，你是头壳坏掉了哈，你整只都坏掉了，对不对？哦，你鬼脚坏掉啊！你敢看我镜头？你看一下我的镜头，这边都是你的口水，这一滴是大大喷的口水。好，我们不要擦。好，这一滴口水我们留着。哦，这个是大大口水的证明哦，在右下角这边呢，有一滴大大刚刚在补的。然后，好，完蛋了，石头被大大拿到，就是会有这种情形哦。大大是很认真在吃石头的那种狗。然后你看他那个认真到多都没送啊！你看，啊，大大。石头我们先让它架呀，虽然已经月底了哈，还有多多要抢。虽然已经月底了，但是呢，你不能这样吃石头，做狗也要有骨气，好不好？啊，那边有在除草，你去吃草好不好？草比较好消化，石头不好消化。哦，你看大大咬着不还多多呢，啊，多多一滴里面在特呢哦。
多多要回来耶！干你屁事！啊！你别动啊！大哥别动啊！多多，石头要回来耶！大大，你忙个吃石头，你是白痴啊！啊！石头不是安尼背啦，还我，拿来！我这囡仔袂咧听人讲话咧。你的牙齿也叛逆啊！你是在讲啥啊？这石头叫你顶里面那包，你是白痴哦！个笑啊！啊，再一次哦！一、二、去！哇，踢起那个尘土飞扬了啊，大哥，你在滚滚呢？在滚滚吗？哦，说滚就滚！你看，总裁不是在开玩笑的呢哦。你爬起来吧！大刀啊，讲过几多次啊？石头袂使安尼叫，你是听无？啊！石头不可以大吃啊！你要偷个怕伊啊！你啊，袂堪这人讲的哦！啊，顶嘴嘞！啊，还要不要玩？要不要？要不要玩？啊！啊，我丢我丢，哦，大大的摇尾巴哦，啊，多多嘞，去吧。你看大大不要被剩了，预计大大开始要滚滚的，说滚就滚。你看，以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这样子。他如果没有去追石头，他就会在地上滚。啊，这一点呢，跟他远方的那个爸爸呢是一模一样的啊。不是安尼波啦，你是咧公公，这是石头，这不是头，这嘛不是草，你知无？石头不可以这样吃啊！你个嘴齿也歹呀，你头壳都歹呀，你嘴齿阁歹，啊！你规组都歹呢，你有听人讲话无？啊！啊！大哥，恁个练到规身骨拢土啊！去！恁个哦，安尼哦，好啦，啊！进来，慢了，出一支嘴啦，进。哦，今天南部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很舒服。那差不多啦哦，这个等一下，今天晚上哦，其实应该蛮多台湾人哦，都在等开票的。哦，四年一次的选举呢哦，都在今天呢不管谁支持谁啦哦，反正晚上呢，像我爸他们呢，就是晚上已经准备好可能姜母鸭啦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等开票，就是他们的兴趣就是这样子啊。我晚上比较特别，因为毕竟我们是新生代的年轻人呢，我们不干那种老人那种什么吃姜母鸭在那边看开票这种无聊的事情哦。因为晚上呢，我们是会去同学家烤肉看开票，哦，比较新颖一点的，啊，哈。来，再一次哦，再一次哦，最后一次了哈。去吧！哇，只有多多在认真的，你看这两个不要跟他 Q 搞起来，你看，来大大，你可不可以滚一下吧？哦哟，不勒客气的呢，啊九九，你要滚吧，一起滚呐，啊来滚一半呢，哦。你看他们的背影，真的神同步呢哦。哇，这对父子那个让我相信基因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去吧！哦，只有多多最坚持啦，阿丽嘞。你头壳歹呀！你头壳歹呀！你啊！你头壳歹呀！你看，你看，谁歹？阿九哎，九了，你要滚滚嘛！啊那啊那啊没有，好，好了好了，我们结束了哈，不要玩了，不要玩了，我们石头要收好了哈，石头要收好了。OK， 好了。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投票的朋友呢，哦，记得履行我们国民的义务，哦，去投个票啊，哦，就是也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啦，哦，蛮酷的。好啦，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呢，啊。对，今天台湾选举哦，所以算对台湾人来讲呢，今天是一个蛮热闹的。昨天晚上呢蛮激情的啊，今天晚上是会很热闹，因为大家都在等开票，非常的刺激。但是呢，到明天过后呢，就一切就恢复平静了。这是以我对那个台湾选举的了解就这样子，哦，激情过后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会变得非常的平静。好啦，那
感谢各位收看啊，你看这两个呢已经直接趴在树下休息了。好，我要回家了，拜拜。